但是有什么办法？自己啊，或者说去逛街的时候会，哇，就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就是自然的就会这样。大乌龟，我朋友就说，哎、欸，你现在在逛街，你不要再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汉，这是我的快问快答时间。最喜欢自己全身上下哪里？为什么？手指。因为很漂亮，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很漂亮，还有嘴唇，嘴唇很薄，我很喜欢，很性感。那我自己喜欢薄嘴唇，那我就是薄嘴唇。那亲的时候？亲的时候，我也喜欢薄的，就跟披萨一样，我喜欢薄的。那最近有在听什么歌？我最近都听一些韩国的 K-pop， 像 BTS， 真的觉得韩国隐私太强了，就会被吸走。昨天三餐你吃什么？我昨天吃霸掌跟意大利面。一整天吃的？就是中午两颗霸掌，然后晚上吃意大利面，还有一些有的没的小菜啊，牛肉啊，牛肉串啊。我煮的好吃，煮的不好吃，不煮的比煮的还好吃。身高体重三围。身高哦174，然后不177，然后体重目前是巅峰91。三围。没有哎、欸，要看有没有长胸部的时候，我不知道。看什么看啊？你是个大鼻哥。房东阿姨最喜欢吃什么？她房东阿姨最喜欢吃麻辣跟香蕉。她住哪里？台中。阿姨跟你讲了，这种面哈、哦，要配这种辣椒酱才好吃。有没有？赶紧拿来。哦。好好吃哦！第一次创作的角色还记得吗？是我国小的时候，我创造了一个正言法师。国小的时候会模仿正言法师，全校超喜欢。我是正言法师的，很不错的 TBS 混战，好烂啊！你喜欢哪个角色？为什么？我喜欢好多角色，我喜欢领月、阮月娇、领月、阮月娇、西达，他们都很做自己，然后不怕别人眼光。老师，你知道我去世很深吗？我很深呢、欸，我之前潜到那个潜水里面呢、啊，那个澎湖那边的那个海域，很深很深，直接是深的。那自己有什么怪癖吗？自己啊、哦，我有时候去逛街的时候会，哇，躺在这边享受啊，享受啊你。就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就是自然的就会这样子。大乌龟。我朋友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现在在逛街，你不要再抓。”年轻的。那平常会剪脚趾甲的时候，想什么？我想一下，我剪脚趾甲的时候不会闻，可是我很喜欢闻它旁边的那个边边那个草。No。对啊，就是这里。那你有什么味道？就是咸咸的、啊，应该是海的味道。那你睡觉会倒？哦，超级霹雳大声哎，就很像施工。施工？因为我之前曾经大到我去做那个呼吸中止症的手术，然后就好一阵子之后又复发。哎呀，好困起来哟。初恋？我觉得是25岁。嗯。你现在几岁？我不是25岁啦，是21的时候啦，2015吧。嗯。那你最喜欢哪一部？我喜欢《身影少女》，然后我最近喜欢那个也是两个韩国，一个是《寄生上游》跟《哭声》。那你平常会看哪些创作者？我会看那个《胃酸人》，然后还有《台客剧场》，反正我以前有时候也会看。我喜欢讲知识的、啊，像是《胃酸人》，他就讲一些有的没的知识，我很喜欢听。那你觉得领月到底像不像？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同一个人。真的好像，真的好像。他本人有在意吗？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在意，因为他后来就是不敢再素颜，他就会化妆。可是我是因为我很崇拜他，所以我就觉得像他是一种荣幸。但是对于他来说，我就不晓得了。你知道网络上说我们俩长很像的时候，我心当然会有点裂痕。那你觉得经纪人是什么？哦，他很急。哦，他会凌晨4点说体验吗？凌晨4点，这个问号，然后不回他，就继续问号。好可是我觉得这很好，因为我就是一个很上班很拖延症的人，我就是因为他，我可以存活到现在。请原谅我。
那你有收过最恐怖的一封粉丝的私讯吗？有人要说要找我当他男朋友，然后还有说你刚刚在哪里？就是我很害怕人家在我吃饭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看我，然后就是有点恐怖，就是我在你后面那种，就是像鬼一样。所以在路上遇到你可以当？我超可以的，我很乐意跟他们玩，可是我就是最讨厌那种他们好像有点认识你，然后也不想要跟你好，我就会很想要接近他们又不敢接近他，我就觉得真的不要再这样了，我想。